各位嘉賓，各位知音人士，歡迎大家莅臨大會堂劇院，參與這個《星運心曲》紀念小明星逝世50周年黃心帆作品粵曲演唱會。多謝你們的莅臨。在較早的時候，在一笪地方舉行了一個小明星與黃心帆詞曲研討講座，相信部分的現在在座的朋友呢，剛才都有參與的了。剛才是說話了，現在聽話了。今晚呢，是有多位曲藝名家呢，就是參與今次的盛會，就是演唱黃心帆先生的作品的。不過稍為美中不足呢，就在廣州的梁玉榮小姐，由於咧就係、是、佢所屬嘅單位就有任務派俾佢，唔能夠嚟到現場演唱黃心帆老師最新嘅作品。不過唔緊要，大會為咗令到大家可以欣賞到黃老師嘅最新作品咧，就派人專程上到廣州收音同埋拍咗啲幻燈片。在中場休息之後呢，就會播部分的錄音片段呢，就給大家欣賞的。好了，不阻大家那麼多欣賞好歌的時間，首先請大家欣賞的名曲是相信在座的知音人士都很熟的《星運五羊城》。這首歌曲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黃心帆老師和吳一笑先生合作寫成悼念英年早逝的小明星。而今晚为大家唱出这一首名曲的呢，是澳门的业余唱家，是相当知名的谭小云小姐。她呢对星康非常非常之爱好。好了，现在就有请谭小云小姐唱出《星运五羊城》，有请。星運五羊城。
大江东。
为
方向，咁啊，我啊特別咧就遲出嚟，等遲入場嘅觀眾可以慢慢行落嚟啊！今日曲中人已渺，為沿江上數風清。譚小雲小姐嘅歌聲，相信令到台下好多知音人士都會慨嘆咧。小明星嘅逝世係天道紅顏。嗱，一首歌曲能夠令到大家咁大感觸，除咗係演唱者嘅功力之外，讚曲人嘅生花妙筆亦都係功不可沒嘅。好似黃心凡老師另一首歌曲《故國夢重歸》，採合咗李後主嘅詞，加上小明星嘅唱功，可以講得係天衣無縫嘅。難怪當年小明星由廣州嚟到香港，咁咪歌壇獻藝，好多文人雅士咧，都係話依首歌咧係絕唱。好啦，今日為大家唱出呢首歌嘅咧，係小明星嘅入室弟子陳錦紅小姐。嗱，紅姐咧就已經退咗休噶啦，今日為咗紀念佢嘅師尊。再次咧就係登台演唱，我哋非常之多謝佢。最難得嘅就係紅姐選唱呢一首咧係歌壇嘅曲本嚟嘅，即係話長達四十幾分鐘，大家平時聽唔到嘅。不過有樣要求大家喺佢唱嗰時，你啲閃光燈咧唔好再閃啦，因為閃到睇唔到啊！大家咧就唔係幾有意思啦，係嘛？同埋影響呢個情緒。嗱，希望大家一陣間合作啲，唔好咧就係影相，好唔好？好啦，而家我哋有請陳錦紅小姐唱出呢首《故國夢重歸》。庭院闪侵街，珠帘闲不见，何来情怀？啊，戏月华开，玉楼摇电影，空照秦淮。唉，自念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今日一旦归为尘土，真是沈腰攀鬓都被消磨啊！Oh.
姨妈，
唉，眼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真是更行更远还生啊。
Yeah.
人
来照啊翻啊跌啊，伤啊飞，香啊人。人生仇恨何能免，天高深啊远啊，雨深啊怀啊，上啊啊。
满鬓清霜懒堪啊，愁啊是，灯啊临。重聚，今宵重聚，别离歌奏，共我相对，太是枉费。今夜故国梦回。几段长千难万岁啊，谁乃转足蓬飘啊，一梦啊归，山远水长今夜又不知人何去呀、真是炉香空了啊，风啊黄叶啊，取景难爬。天颜有喜呀、眼神啊知，还说甚笑迎天子啊，看花去呀、别得金花啊，奇怪呀、飞人长恨谁呀、
都唯有无语啊，怎啊盼啊各位現場的朋友，聽過陳錦紅小姐咁美妙的歌聲，我哋休息15分鐘，跟住欣賞下半場精彩的節目。好啦，而家休息一下先啦。好啦，咁啊，各位咧都就座啦。嗱，喺未開始下半場嘅節目之前咧，我想先請大家欣賞一段大約3分鐘的珍貴錄音帶，所以大家呢如果遲入場都可以慢慢走下來，我不會關這個長燈的。這一段錄音帶之所以珍貴呢，因為在1926年至28年之間呢，小明星第一次灌唱片，灌錄的歌曲就是黃心帆老師的《人面桃花》，可以說是黃心帆先生為小明星撰寫的第一支曲來的。好了，現在勞煩我們的音響控制員就播其中第一段的唱詞給大家聽。不過聲明先，由於就是比較久一點，音質差少少，大家忍受一下，不過都是3分鐘而已。好了，麻煩我們的音響控制員，人面桃花。剪去咧有一頁咧，有個母子嘅相，仲有黃心帆先生同小明星嘅摯友林慧殊嘅一個合照嗰度咧。不過咧，我發覺第日要送放大鏡先得，因為我都睇到眼蒙蒙。我請大家欣賞一下咧，就係小明星呢支係第一支灌錄嘅唱片曲，亦都可以聽到就話，如果講到星腔咧，呢個都好初型啊。大家即係聽唔到的唱詞咧，我都話俾大家聽。當日我攞到依張唱片，我都懷疑緊究竟係咪小明星唱。依張唱片有來歷嘅，係一個負喺一間大廈負責清潔工作嘅朋友，佢就好中意咧，就去摩羅街買唱碟，就買咗依只唱碟，就交俾專欄作家老金。老金先生母親是八轉的唱盤，就走去找我叫我搞定。我搞定完之後呢，我發覺很不行，因為我聽不到他唱什麼，結果就又要去另外頒份歌詞出來，看歌詞聽他唱，大約都知道估是那句吧。大家聽到當時七十八轉唱片，即是需要那個聽的人好好耳力才得。我想次叔屋企很多七十八轉唱片。好啦，或者到呢度啦，因為真係大家欣賞過七十八轉嘅，唔該，可以唔愛呢段啦，唔該嚇。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可能係粵曲演唱會一個比較新啲嘅形式啦，有聲音一陣間，有影，但冇人。點解咧？咁啊，因為咧開場時我講過啦，
梁玉榮小姐咧就因為所屬單位，講到單位大家知道在哪裡啦嚇，咁派咗個任務俾佢，咁啊唔嚟得香港啦。OK， 咁於是咧我哋就搞咗一啲聲帶落嚟，亦都去拍咗佢啲肉照嚟咧，就係、是、另一個咧就係有聲音、有幻燈片配合嘅。嗱，咁啊音響控制員都可以控制住咧，就係個音響啦，咁啊擺依個咧就西雙記。咁啊，聽幾分鐘啦。咁另外咧，就要打開動幕，將個現場嘅燈全部熄曬佢。唔該曬，燈光咧就熄曬啲燈佢啦。唔該。啊，慢慢熄先得噶。好啦，慢慢開幕啦。誒，好，麻煩你播聲帶啦。唔該。呢首咧就係黃心凡老師去年嘅新作《西雙記》。啊，一片段嘅啫。呢位咧就係廣東曲藝團嘅聲腔名家梁玉榮，其實好年青嘅啫。西雙下，迎風湖畔空，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郎。啊，情絲獨霸，我嘅相思有若依郎。间啊是暗暗愁啊，间啊是空凉底啊，情丝独霸。終於揾幅冇咁靚嘅咧，播俾大家睇啊！咁可以閂幕啦，咁啊打翻支射燈。依首咧就係黃心凡老師喺舊年寫嘅《西雙記》其中片段，咁啊俾大家欣賞一下啦。嗱咁啊，後邊咧啲樂師啊要陸續出嚟啦，咁啊或者我哋啊嘥少時間咧。咁啊！依本書咧，大家如果手頭冇咧，都好可惜啊！唔知係咪有啲現場觀眾有冇嘅目錄啊？咁啊，呢個都喺度啊！我諗咧係第一次咧，就係咁樣列出嚟嘅。咁唔單止係黃心凡老師嘅作品《吳一笑》啊，或者係鄧芬啊等等咧名家嘅作品都有嘅。咁依本書咧，如果以我嚟講咧，唯一嘅缺點咧，我就嫌佢啲字太細。不過話而家新興，同埋咧唔環保啊，因為上邊一大橛都唔印嘢，
不過話而家新興好睇喎，的確幾好睇嘅，攞上手。好啦，咁啊，頭先咧就少少新嘅形式介紹咗一首係黃心凡老師寫俾小明星嘅最舊嘅作品啦，可以講最先嘅一首啦。另一首咧就係黃心凡老師嘅新作。聽完之後咧，跟住請大家欣賞咧係。黃心凡老師呢就為小明星撰寫的第一首歌壇曲《痴魂》，這首曲呢是令小明星在歌壇扶搖直上的名作來的。而今天為大家唱出這首歌曲呢是郭杏芳小姐，郭杏芳小姐呢就聲線呢方面呢好像小明星。1984年參加電視台的《星星星》粵曲比賽，逢是我讀親電視台都不提哪個的，電視台費事賣廣告。好了，得到這個季軍獎的，現在就有請郭杏芳小姐演唱《痴魂》。不得相
恨霸王我送莫地呀相逢真知在呀
好啦，听过一曲《痴魂》之后咧，讲翻一件事。1942年，小明星喺个广州西关呢个天榄茶楼登台复出，唱咗三日，跟住喺演唱个秋坟嗰时咧，不知倒地，结果咧就冇几耐死咗，享年只系29岁。嗱，为咗纪念小明星逝世50周年。今晚我哋邀请本港著名唱家麦秋平小姐唱出呢一首《秋坟》。麦小姐系著名音乐家冯华先生嘅高足，被歌迷称为情绪歌后。咁啊，情绪两个字咧都好多种解释。呢度就话佢非常之投入，感情丰富，即系好易喊解。今次演唱嘅《秋坟》咧。是根據個唱片版補翻咧，就樂曲開始，即係原本咧就有段二樓啦，同埋一個口白嘅。好啦，而家有請麥秋平小姐為大家唱出呢一首《秋坟》，有請麥小姐。
为天焚上我生逼草烟，寂寞游人寒食后，久远芳草撞蝉倦。你睇棠梨万树花如雪，我都愿乞与真良，作墓田啊。
还thank you。
尽快情挥洒。
才有一言啊。咁啊，一個演唱會之所以成功咧，除咗有賴唱者嘅演出之外咧，拍和嘅名家亦都好重要嘅。好似今晚咁多位音樂好手，為咗參與一個咁有意義嘅音樂會咧，就嚟到依度為大家咧就係表演佢哋嘅技藝。咁啊，想借住呢個機會介紹一下今日各位好手嘅。嗱，音樂顧問頭先收咗扎花嘅馮華先生，音樂領導陳文傑先生，又有黃少俠先生，中鼓嘅譚強先生，玩 sax 嘅韓坤先生，玩大院嘅屈卓先生。秦琴的陳正先生，就有掌板的雷桂開先生，玩攞的金世豪先生，還有廖世圭先生，因為我的朋友來的。好啦，咁啊，嗱，點解咧？今次咁得意，我話快步走出嚟咧，因為我想留住班音樂師傅睇下節目表，你知道應該係大家散場啦，咁啊走出去啦。咁啊，我知道睇下鐘，大家都認為適當要做少少反應嘅時候啦。呢樣嘢唔使你叫我做好啦，費事一陣間臨時周章咁樣啊。咁啊喺入邊咧，同阿陳錦紅小姐講咗。我有一首曲咧，好有意義嘅。呢首曲當年咧就係喺小明星喺歌壇啱啱紅嗰時咧，咁啊年青嘅少女就見到一位姓陳嘅大學生，於是咧兩個啊談上戀愛。咁啊當時可能封建啲啦，男方嘅家長就反對咁。咁啊當時咧大家知道。家長俾銀你讀書嘅喎，佢反對你又唔敢再作怪，於是咧咁啊，大家就斷咗啦。一個月之後咧，可能嗰個男仔又揾唔到第二個即係女朋友啊，又翻去歌壇又對住小明星，咁小明星真係幾傻下，唉咁煩，吞鴉片自殺。咁啊好在咧及時搶救。咁啊，冇事。如果唔係咧，冇咁多好歌聽。黃心凡先生聽見咗呢件事之後咧，寫咗一首歌，歌名叫《黑借春陰護海棠》俾小明星。我諗真係有心人作有心詞，呢個歌名亦都係表明咗一首歌嘅意義。咁啊，入碟嗰時咧，呢首歌改為叫做。前情如夢，好啦，而家有請陳錦紅小姐唱出一首《前情如夢》。啊，原來咧頭先讀漏咗，仲有高國華先生同埋林建歡先生，唔好意思啊，交嚟嗰張名單唔齊。好啦，我哋再次俾掌聲，就係陳錦紅小姐，好唔好？有請陳錦紅小姐唱出《前情如夢》。
太太呀，you
非常之多謝陳錦紅小姐。好，邊邊都可以翻入去噶啦，或者好，大家聽過紅姐兩首名曲。嗱，今晚嘅演唱會咧，命名為紀念小明星逝世五十週年黃心粉作版粵曲演唱會。我而家想請97歲嘅黃心凡老師上嚟同大家見面。非常之難得嘅，不過咧就要兜好遠啦，因為條樓梯俾人攞咗。同時亦都請今晚嘅各位表演嘉賓出嚟同大家講聲晚安。陳錦紅小姐，阿紅姐喺度嗎？仲有麥秋萍小姐、譚小雲小姐，仲有節目統籌李瑞祖先生、祖叔，舞台監督黎健先生，仲有咧就係我哋研討講座嘅講者金夢平先生，名音樂家、名唱家，仲有咧就係焦適文先生，我知道同嗱、啊、上到嚟啦，另一位講者焦適文先生。仲有一位英俊男士咧，就係今晚咧就係嘅，係冇咗佢唔得啦，因為咧主辦人就係龍景昌先生。好啦，多謝大家嘅莅臨，同大家講聲拜拜，晚安。